男孩子啊，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啊。哎，这次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海王，却有着一个海狗般单纯的儿子。你最近跟那个佳佳感情进展怎么样了？跨越式的进展，爸，你看，名片，你别小看它是一张名片，其实啊，这是一封邀请函，跟他关系不亲密的，他根本就不给。眼看儿子如此不开窍，父亲只能亲自教导他。于是他让手下拿来珠宝盒，开始给儿子灌输自己的经验。所以女孩子呢，最重要的心意，你只要专一的对她好，总有一天她一定会对你感动。老少爷，眼看父亲如此成功，泰迪立刻马不停蹄开着豪车去找心上人，谁知却已经被人捷足先登。你个粘人精，你怎么又来？哦，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？看不看你，我也有。把货放在你前面，赶紧给我走，赶紧给我走。为了在心上人面前刷好感度，泰迪赶紧把装着宝石项链的花递到了心上人面前。然而看着光秃秃的花，女孩却显得非常失望。怎么在你这儿呢？